洪台过后，佫继续传出灾情，华人倒溪乡的山边部落，唔那另外道路桥拢断去，像自来水的供线嘛，互洪台扫歹。部落的族人哦，无电通用，佮无自来水通用，日子是真歹过。这是倒溪乡高洪村的轮天部落，居民因为简单型的自来水供线断去，已经几啊天拢无水通用，干来当趁落雨提桶啊出来巡，唔过这水无多几杯嘛袂当啉。30号开始没有水。很痛苦，没有水，上厕所又没有水可以冲那个厕所，这最脏，而且也没有办法洗衣服，做事都不方便。我太平村的中平部落，水帮山甲山顶简单型自来水的供线抢歹去，部落派卡手去山顶修理。不过这水供上断的情形实在是太严重。目前就是说等那个怪手过来修那个路面啊，因为有的。路面都被冲毁了吧，所以等那个怪手过来整个修路，然后整个水管再重新再接。简单型的自来水大部分是居民家己在水管区安的供线，根据管府的统计，倒溪乡有6个庄仔头都全部拢使用简单型的自来水，不过便若拄着洪台，水伤过多或者是供线破气，就会无水通用。这几年嘛一直甲部落的居民沟通，希望大家会当使用大水公司沿江系统提供的水。比例上虽然过一半，但是如果这个计算整体的施工成本可能还需要再加努力。那我们也希望在今年底跟明年初可以达到一定的同意的户数，我们就优先的来送。官府强调讲，第五期无自来水的地区，中央水道水的改善计划，经济部水利署已经编4亿元的经费，主要针对193线、玉里、河东地区甲倒溪乡。安算改善差不多1300多户自来水沿江的工程，希望使用简单型自来水的用户会当赶紧签署同意书，让工程会当顺利施工。记者综合报道。